另外，关心美中贸易战之下，台商企业如何保护智慧财产权，在避免侵权的同时，还能顺利登陆美国市场。美梦成真专题演讲会上，资深的专利律师王松峰也给了专业建议。目标帮助高科技台商尽早进军美国。在台北圆山饭店的美梦成真专题演讲会上，讲师之一的加州最佳律师奖兼超级律师奖得主王松峰，这次则专门说明美国最新的专利法规。对美国 concept 是很遥远的，因为他们要就是好比一个新的企业要去的话，对不对？他们不知道看到哪一个州、哪个城市，他们不知道要做有什么样的 license， 有什么样的 permit， 这些他们都不知道的。而因应演讲会上台下多位企业主担忧，美国将在智慧财产权部分严堵中资企业，未来台商如何因应？律师王松峰则呼吁台美两地联手充分交流。就是跟台湾的这个本地的客人那个交流一下的话，对不对？我是觉得说，不管是对我们的收获也很大，所以他们可能是收到那个有更多的 knowledge， 那对我们的收获就是说，我们更了解说台湾本地的客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。建议台商企业登陆美国前，一定要先在智慧财产权部分提早做好各项申请工作。企业或个人登记免费咨询，请上松峰律师事务所官网。中央新闻团队在台北的采访报道。